Lady S 10集张力轻巧迷你直发梳，150度、180度、210度，就像你平常梳头发一样。3D 的张力齿梳，有粗有细，有宽有窄，又有厚度，增加你头发的张力。制作陶瓷板，受热的面积变大。侧边有看到这边它有这个锯齿梳，拉开你的头发，辅助你在梳头发的时候更快速的可以抚平你头发的毛躁，40分钟就会自动断电。国际的电压，这边是360度，慢慢往下梳，让你的头发均匀受热，它很不毛躁，而且更有光泽，是不会烫，温温热热这样拉住发尾，超简单。那如果你要让发根蓬一点，跟刚刚那个发根完全不一样，5分钟包准你一头顺发。解救手残女的美发神器 ，Tingo 的电棒前端跟暗的地方都是防热，它的脚架放在平面的时候它会更稳固。电线是360度都可以旋转，14段的温度从100度到230度，总共有分4个尺寸，有22、25、28、32 mm。它里面有黑色的一条防滑，头发夹起来真的会很亮。夹上去之后呢，往外卷，这是电棒厉害的地方，就是它长，夹的发量可以比较多。它外喷式的负离子是喷200万，很美吧？那这一支迷你手掌吸带型的吹风机呢，叫 Q Mini， 它没有手把，因为它就是这样子，手掌型可以直接抓在你的手上直接吹。它后面是蜂窝式的设计，所以它不可能头发会吸进去。它总共才184克，跟一支 iPhone X 的重量一样，风速很猛。这是第一个风速。然后第二个风速，防烫的机身，它如果真的过热的话，它是会自动断电。国际电压，它全世界都可以用，出国非常的方便。它还有附保护套，比我化妆包还要小。手本都一定会用的东西 ，Tingo S2 郁金香两用塑勒发卷器，整个外壳是做防烫的设计，完全你这样抓住都不会烫。烫的地方是这个导热板，它连最上面这边都是防烫防热，有4个温度：140、160、180、200。然后它还有360度的电线 ，V 型的 V 口设计，就是可以让你控制放入头发的发量。U 型设计是防止卡头发，可以做直发，直非常亮，跟我另外一边的头发。在你做造型受热的同时呢，释放负离子的功能，让你的头发更有光泽度，更滑顺，更平顺。往内弯，这就是一个往外卷，它就是一个外弯，斜斜的把头发放进去，是不是就是一个外卷，往上卷，有没有？它就是你电源呢在这边，当它在闪烁的时候，就是它在加热，用不到30秒，它整支就会加热完成。60分钟自动断电，环球电压110到220都可以使用，直径是32 mm 的。大家有没有被我烧到一个不要不要的？还有附上这个防烫收纳袋，带出国放在行李箱里面。这支太强，它叫外喷式负离子直发梳，爆炸好用。它里面是做 3D 的梳子，它除了直发可以做内弯、外弯。那如果你技巧再厉害一点的人，你可以做卷发造型。开关按下去之后呢，一开始就是180度，然后它加热的速度非常快，最高温是到230度，最低是130度。电源的地方按一下，它就会跳一个温度，按3秒，看哦，按三秒它就会变关掉，而且它就往下梳。你有看到吗？它完全不夹头发哦，你看左右两边，它瞬间就变顺，头发是有光泽的。它打开这样，哒哒哒哒哒哒哒，加热的同时，立刻释放出200万的负离子，锁住你头发的水分，让你的头发看起来更亮。那如果你要做内弯的时候呢，请你夹下来之后，在发尾的地方稍微往内弯。立刻就有一个弯度，不管是长发还是短发都非常适合。发尾的地方往外翻，有没有外翘的造型？夹住根部往外往上梳，刘海超翘。它也可以做卷的功用，国际电压110到220，国内外都可以使用。60分钟后会自己自动断电，360度都可以旋转。